后，也成了林毅培董事长，是林毅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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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任委员哦，蔡浩，蔡主任委员，哎，刚刚有一件来了，你在这介绍。台湾幸福国家连线补执行长古文芳，好，谢谢大家。改变生命未来式的游跃宽，先生，游先生，好，谢谢你，谢谢你。中华劳动劳工共同品质常务提升的促进会。朱会长，朱静源，朱静源会长，好，谢谢你，谢谢你。还有其他我们今天来的呢，也有很多我们研究员来的呢，像那个来蒋公起来，你看李光的，大家好，大家好。还有就是我们这么一点，就是里面的里面的一个成员，还有谁没有介绍到的哦？麻烦您把名片。等一下，地道哥来，现在又来一位哦，台北新北市哦，中医工会的理事长、前理事长陈丰臣医师来。他也是中医工会的。来，我这位蔡先生，来蔡浩，蔡浩，好，刚刚介绍你刚刚的名字。好，以上就是我有名片先介绍。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因为他几个贵宾还没有到，他们可能两点才会到。这个时间呢，我们请台上这个先自我介绍，然后台下有几个想发言，大概是五分钟时间哦，可以自己来发言一下，好不好？哦，现在先请我们的刘教授来。谢谢，各位贵宾，下午好。好，好，好。我刚刚看到那个。中华自然医学教育学会这个健康促进委员会的这个陈副主任啊，陈一鸣到场，请大家掌声欢迎啊！那今天集体谈，大家一起来谈论这个我们关心的问题。梅主席的这个他的政治立场就是健保免费，其实这是一个德政。如果你要把它做成社会福利的话，那么前置动作就是要健康挂帅。那我们希望健保啊，这个消费越来越低越好，每一个人自己把个人的身心灵的健康照顾好，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庞大的健保的消费啊，这是一个根本的体质的问题啊，这个。健保免费连线在推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值得奖励啊，值得认同，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大家第一次的卫生福利的国事论坛，像类似的活动呢，以后有机会可以常常的举办，然后大家集思广益，把国民的真正的身心健康把它照顾好。因为这个根本是每一个人个人的责任，不需要消费啊，或者说如果有消费的行为的话呢，也是每个人个人要自行吸收的，而不是公家生病大家出钱，那是不对的啊。我们认为目前的健保的制度它有设计上的错误，有它的值得重新检讨的地方，所以希望跟大家集思广益。今天有这个论文集，第一篇是我的论文啊。这个从左边开始算吧，《黄帝内经》的运气养生，其实就是讲如何把自己的气调整好，让自己运气好。所谓养生，我们是讲的生长、变化、收藏。《黄帝内经》它讲六气、十二经脉的一个整体的概念。养生其实就是生长、变化、收藏。整体的生命现象，我们给它一个妥善的、周全的照顾，
我们希望目标定得很清楚，然后具体的方式我都有写得很清楚，介绍得很清楚。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大家透过脸书啊，透过这个电邮啊，我们保持联系。我很喜欢跟大家做互动。我想剩下的时间要让给别人啊，请主持人。不会听。一个是中华劳工辅导促进会的常务理事刘德胜先生，刘德胜先生，好，谢谢您。那刚刚有介绍过的哈，就是我们那个这个中医的前任的理事长陈光成医师啊，不就拜他当个总结。我先介绍有一位特别的，也是好朋友啊，从澳洲特别回来的人。邓景豪同这个陈先生特别澳洲回来来讲这个场，他也是我们李长峰的同学了。另外我一个学生陈老师哦，从上海过来的，来陈老师站起来，你再看一下，陈老师本身也是了不得的哦。另外一个弱智团体哦。专门在做事团体啊，在做这些公益啊，就是王道理事长，王道理事长来，请站起来一下，好不好？今天来的人太多了，来，还有这个《黄帝内经》啊，有几个团体啊，这个团体啊，由我们刘博士率领的，今天也特别来这里参加我们座谈，请《黄帝内经》的读书会的请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来。还有什么单位没有报？没有报告过。今天呢？今天比较辛苦的哦，就我那吴台长，我特别邀请他来做这个录影，跟我们江老师啊来录影，就前面跟后面这个人，我们给他最热烈掌声。还有我们外面在服务的这个团队啊，也很辛苦，11点多就来这里整理啊。我给他也坚持让，给他鼓励一下，谢谢各位。这个护持能量产品的发明人吴娟娟，吴娟娟是你哦，好，一下给你整理。还有这个护城综合。管理股有限公司常董周怡和，人家叫炳哥，他也是我的学生啊。谢谢各位。接着呢，我们先请我们的石理事长讲，给我讲几句话。谢谢。谢谢，很荣幸。梅总召、陈教授、刘秘书长，以及今天波隆莅临的党主席。各位贵宾以及先进，大家好。好，好。首先感谢各位在百忙中拨冗莅临今天的卫国国事论坛，非常的高兴，也是给我们大家彼此的一个鼓励和喝彩。这些年呢，梅总召坚毅，辛苦的。锲而不舍地连接了各个政党主席，形成了架杠的第三势力，并且在今天可以举办卫福国事论坛，是值得喝彩、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这一次，不是讲政治的，是以民生、健康、食安为议题。定调清楚，因此呢，在很快速的时间内赢得许多政党主席的支持，在主办方有梅翁主席的这个政治新势力健保免费连线，以及刘宪廷教秘书长、陈文成教授主办，也感谢协办方的。郭仲卿主席、台湾整护师联盟工党，还有
邵伯祥主席、中国天童党，大家群策群力，让我们有机会聚在一块儿，不但是联络情谊，也就根据了这个食安健康的方面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个议题更彰显了健保免费连线的政见，有助于梅峰这一次整合了几个政党主席在2016参选立法委员，是有很大的宣传效果。我在这里先祝福卫福国事论坛圆满成功，谢谢。谢谢呢，我请那个中华福利大连的总经理啊，他是加拿大回来的，跟我三十几年的交情了，今天特别请他来，让你讲几句话，好不好？跟大家先哈啰一下，没关系，讲几句话，我给他热烈鼓掌一下。非常感谢我们陈教授、陈博士，今天是恭逢其盛哈。那在这一份这个资料里面有提到，世界上有超过100个国家是健保是免费的。那我在加拿大也是有享受到这个福利哈。那我想今天在这个地方也学习，那么也感谢这个我们郭仲坚也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他推广这种自然医学的疗法是不遗余力哈。对，我们祝福今天大会能够成功，谢谢各位，谢谢。现在很难得哦，请一位我们的道长，这个道长也了不得，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中华世界大同龙华圣会道的道长陈正仪道长，来，看看他的喜在这里。好，特别他的领导很多朋友，他特别多的时间哦，到我们这个会场来，还有旁边是我们有名的吴大姐，来站起来，以前砂石界哦。他是做砂石界的专家，好，那现在请我们这个发明家吴娟娟女士讲几句话，好吗？好，因为我们大家来参与。78岁，我在无形中，我在无形中发现到那个护唇奶会对人的身体非常好，尤其对于这种护唇奶的那个构造，它本身就是会那个缓和止痛，还有平静，还有放松入眠。啊，关于那个易肌的部分也是非常好，我本人。本来就是生病，现在三年，在这三年中非常严重，没有想到那个，吴前东那个医生叫我去那个复健，我觉得复健也是很慢。后来我就是把，因为我过去就是那个当护士，当了8年啊，后来自己也开了药房，开了18年，在无形中发现到那个护唇奶，因为我本身的我们的工厂是有在用那个护唇奶吸涂，后来我就把它拿来应用，没有想到应用一个多月，我把我自己本身5、6个的病全部改善，后来我就很认真的再继续把它研究下去，真的，它这种护唇能量对身体非常好，尤其护唇能量的东西，就是看不到，又摸不到，不要本身去体会实际上很难体会的出来。加上我自己自己有那个心肌梗塞、心脏缺氧、气喘、胃酸逆流，那膝盖那个膝盖萎缩，膝盖那骨的医生说。你这个年纪啊，那你那个骨轮已经
除了开刀换新的骨轮，要不然就没有办法好。结果我用我的护存能量，就是把它用一个多月就把它治疗改善掉，啊，全部可以说我的全身的病就是给护存能量治疗好的，啊，所以我对这个非常有心得，啊，尤其对这个很有自信，因为我不止我自己用，我这三年来让很多人很多人用过，他们都说非常非常了不起，非常又免吃药，哎呦，我不晓得这句话该不该讲啊。事实上我本人的那个实验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很信对这附属能量很有自信啊。尤其怎么用法，当然是看你是要保养的还是要治疗的，用法都不一样，这样子而已。好，谢谢大家。我再介绍台上这个党主席张东山。那我要跟你讲，他是最近从大陆回台湾参与我们这个盛大的这个会议。我再介绍一位从宜兰赶过来的，宜兰有一个就是慈善悟道便当，慈善员他派个代表，就是王总明先生，也是我的学生研究员，给他鼓掌一下，特别从宜兰赶过来谢谢你，谢谢你。我看还有谁没有介绍到的，我只讲几句话。我们这个陈理事长，中医的理事长讲几句话。好，给他鼓励一下，陈昌子。大会主席，我们卫福部的长官、贵宾、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非常高兴，受邀请来参加今天的卫福国事论坛。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的成功有三大要素，健康是排在第一位。那第二个就是智慧，第三个是个性。那么健康呢？你有了健康，才有了一切。不管古今中外的政治家或者企业家都是一样，是你健康，就不怕你没有前途。那第二个智慧是慢慢学习的，在学校踏出这个社会接触这个三教九流。等等都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那再来是个性是包括这个人际关系的。那么美国哈佛大学曾经有做过研究，那么在成功的要素里面，他这个人际关系跟专业，人际关系占了80%，专业才占了15%，所以这个人际关系是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里我们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这个陈理事长。接着呢，请我们这个从大陆回来的党主席张东山来当主席。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我是大陆民主党的主席张东山。非常高兴我们第三势力政党第三势力我们第一次我们召开了这么一个正式的一个论坛。那我要感谢梅翁兄弟他在这过程里面呢发挥了很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那今天是第一次那个我们主讲人，我第一个看到了皇帝的内经，那这里面隐藏了我们中国里面的非常高深的一套生理的、心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那我就说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往后呢，我们第三势力会用一个全新的视野，把我们社会的这个问题都能够把它点出来，然后呢，我们欢迎各位以后呢都能够给我们多多鼓励。谢谢各位。谢谢我们张主席。接着呢，我们请我们今天的负责人
这个民总到讲几句话吧。哎，各位好朋友，我们的刘兄他终于赶到，我刚才紧张了半死，他是这个一直要准备资料，他都准备到最后一秒钟才到这边了。那我们今天很感谢各位啊，能够到这边啊来参加啊这边的活动啊。我在这边有几个好朋友啊，也许陈理事长他不知道，陈博士、陈副院长他不知道，我跟他讲。那个，首先我要介绍一下，我的恩师，我的台大的物理系的教授陈教授啊，他今天我打个电话，他就特别来捧场。他很谦逊，说他不懂医学啊，可是他就那来打电话就告诉我说，这个在这个胡适好像是胡适吧还是谁？他说就开始这个。那时候是罢黜啊，罢黜中医啊。那我们现在是要终结西医啊，这个年代，老师马上就告诉我了啊，这个所以说，等一下我们这个论坛呢、啊，我们希望各位啊挑战啊，你要是觉得我们终结西医霸权不对的话啊，你来挑战啊，你要是觉得我们中国医学再起的话，这个黄老师他中国医学跟中医他是不同的定义的啊。他认为中医不等于中国医学啊，等一下他会来啊，那我想，那这个再介绍就是说我们高凌风的助理啊，我们的赵淑珍赵小姐，跟大家见一下啊，这个他可以见证啊，高凌风的血癌其实已经被黄老师治好，已经治好，只是因为他治一半啊出了问题，等一下会解释。啊，因为他一直带着高凌风，每个礼拜去那边看两次啊，还有我们的啊，这个全人民行动党啊，我们的王主席啊，这个他特地从台中过来啊，这个我记忆力不大好，还有我们的郭主席，他等一下会讲啊，没关系，郭主席等一下就是会当我们的主讲人啊。然后我们整副是工党，我们现在外面有很多在他们整副是工党在外面。外面有这个几点？还有三分钟。这个他外面有这个，有的义诊啊。各位要是不舒服的话，外面可以义诊啊。那等一下黄老师他会帮我们望诊啊，他就看看你的脸，看看你的手，看你的脚，而且告诉你身上怎么样啊。这个是扁鹊的哥哥才做得到啊。再过来我们的古文发啊，古主席啊，他要选这个大安区立委的。他在这边非常重要，因为有人说我们是蓝军，其实我们这第三次没有分什么蓝绿的、啊。古主席他架杠的绿军的 啊，架杠绿军，对，这个常常上电视的啊，所以我们这边不分蓝绿。还有我们的赵主席啊，赵主席中国天头党啊，中国天头党啊，他现在一动员就可以动员很多人，我们都请他帮忙啊。再过来还有我们的谢检啊，我们的谢主席啊，他也成立一个啊，一个什么党啊？你这个党名字什么？向日葵。民主向日葵。哎，对。啊，这个等一下啊，这个有问题多问，我们观众时间很长。还有我们的真相疏影会负责人梁怀恩。还有那个我们的谢老师旁边的书法家啊，刘谦，对。好，我们的严正雄啊，严大侠啊，我刚才看到啊，严大侠。还有我们的，两分钟 ，OK。还有那个我们的朱主席啊，我们朱主席啊，你是怎么打我忘了？那什么促进，也是一个促进党还是什么的。还有我们那个陈怡明，我刚才有看到陈怡明，是对，他是何永庆老师啊、哦，我是因为认识何永庆老师啊，才认识我们的刘教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帅主席啊，对，他啊是叫帅帅啊，是美国这个。回来的这个什么
外星人什么装来的？没有啊，还有这个啊，我们的，人家名字都忘了啊，还有这个，我看一下，对不起，我这个只能就凭记忆了。哎，我们的赵兄啊，赵兄啊，给大家赵鹏。我再介绍一个哈，现在跟食安有关系，健康食品协会第一届的理事长啊，杨世义理事长，好、哦，他跟我跟这个陈总经理啊，我们都有三十几年的交情，好吧？我们现在再一分钟，好，时间到了，现在请一个国际的演讲名嘴啊，刘德利教授，哦。现在把棒子交给他。